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惠子，我现在在纽约街头，然后刚才看到一家店，哇，好想吃，刚吃完饭，但是现在真的好想吃，给你们看，就是这家店叫做 Snowy Village， 然后呢，他们家我一下就被吸引了，就是这些冰沙，但是刚吃完呢，不太想吃冰的，但是最喜欢的是这个，这么厚的一个大热狗，然后芝士热狗棒，然后这种外面裹着薯条的，里面全是芝士的，还有里面有热狗肠的，它哪种都有，还有这种两种芝士混合的。太完美了，然后它还有这种稠鱼烧，所以我现在要进去吃了。这家店完全在我的点上。除了这些呢，这家店还有这种鸡蛋的这种三明治，还有奶茶、抹茶的各种东西，还有咖啡。现在店员呢还可以自己加番茄酱啊，然后还有那个什么奶黄酱，还有糖都可以自己加。但我比较喜欢吃纯的，然后就是这个外面裹着一圈的那个薯条炸的，然后里面是芝士。我现在要开始动口了，有点漏出来了都。烤烫，哇，外面都是薯条。边看着我的双下巴边吃，真是有种别致的体验呢。这东西太肥了。好吃，外面薯条，然后里面芝士，热量炸弹，就是好吃。刚才加了点酱，加了番茄酱、奶黄酱，还有加了点糖，看着糖霜。我刚才好像还是没吃到番茄酱，非常短小，但是我想给你们展示一下我突然发现的一个美食，太快乐了，在街头就是吃饱了饭的情况下突然发现一个这样的美食。